我已經喺度㗎啦。哇！你買咁多嘢，你跟住下月卡數啊？出嚟 shopping 就住就住咧，就冇人嘅。好心你啦，同隻水晶錶情投意合，你又帶佢翻屋企啦。10萬蚊㗎，得翻兩隻咋嚇？你又唔係冇錢，你再15、16俾人買咗咧，你就恨都冇得恨。啲錢係要嚟留翻同阿仁去北海道旅行㗎。 咁我哋咧就想住好啲嘅酒店，5日4夜，一個人成10萬蚊㗎，係你至咁戇居，女朋友同男朋友去旅行，主動話 AA 制。咁去北海道旅行係我嘅意思，你理得下邊個意思啊？男朋友出錢請女朋友去旅行係天經地義嘅，呢個北海道豪華遊肯定會有兒童不宜情節㗎啦。 包個人出晒錢都有個着數啊！唔同你講，喂，阿仁，係啊，旅行社打咗嚟啦，話幫我哋揾到酒店喎。啊，係啊，阿堅啊，唔講住啦，因為長波而家好緊張啊。你放心啊，總之旅行嘅嘢你交俾我搞得噶啦。咁你早啲翻屋企瞓覺啦。嗯，拜拜。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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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
軍走咗，硬係唔夠熱鬧，都唔敢理你。喂，有嚟，有機。啱啱餐揾餐食餐餐清噶嘛，邊有錢還嘅？有嘅啦。咁就下半場波點啦？有計，好玩吧？你哋見啦，今日好玩吧咧就俾人包咗場嚟做搞生日。恭喜你！咁睇怕我哋唱埋呢首歌，個電視機可以轉台啦嘛？唔得喎，仲有卡拉 OK。哎呀，包公，你聽日嗱嗱臨去買部電視，你個貨都唔使送啦，我哋兩個幫你搬。啊，咪住！哇，你兩個意思好似話叫我一個人出錢買部電視啊？咁你係主嚟噶嘛？喂，我啲錢留翻嚟今個月尾同阿堅去北海道噶嘛？啊，一係咁啊，你兩個出住錢先，最多喺啲租度扣翻啦。唔係啊，包公。你都知啦，我啲錢寄曬俾細佬噶嘛。我月頭用一半份糧買一部 M57 嘅數碼相機啊，我都仲想命借錢用埋呢個禮拜。咁就冇辦法啦，下個月先買咯。唔係啊嘛，咁咪要餓成個月波。我都有份餓嘅啫。話曬都係堅姐同阿包公嘅北海道浪漫之旅，做兄弟梗要撐嘅。阿哥，唔好意思啊，你知啦，我哋嘅場今日俾人包咗嚟搞生日會，啲客咧唔想外人喺度啊。啊，慢慢唱生日歌啊！生日快樂！生日快樂！唔好意思啊，阿堅，都黐線嘅，都成十月啦 ，B B 仲咁鬼熱啊，淨係企喺條街度唔喐咋，啲油頭濕到落腳，唉，我斟杯水飲先。我走咗先，就請執喺茶水間，我哋飲。好啊，包公，係，你兩個笑得好奸喎，包公，緣分嘅嘢你唔可以唔相信。當你以為大家嘅關係可以天長地久。一瞬間，大家關係有可能會灰飛煙滅。但亦都當你以為已經絕望嘅時候，上天有可能會再俾機會你再續前緣。阿兩位，你哋見唔見到我成頭 question mark 啊？講咩啫你哋？好似有兩位損友喺度引誘阿包公越軌咁啊！講咩你哋？喂，阿嫂唔好誤會住。其實下個禮拜咧有個男女子混合雙打羽毛球賽，我哋想阿包公參加咁啫。
我係大哥響應企業關注員工健康月搞嗰個啊，哇！咁已經冇出咗成個禮拜噶咯喎，你哋而家先話參加？係啦，其實我今日先發覺咧，原來呢份獎品對我哋嚟講啊，好有意義。哇！頭獎係48吋 LCD 大電視啊，仲以為同我哋屋企壞咗嗰部同一牌子型號 size 咧，你話啲乜緣分啊？哦，你哋諗住參加比賽嚟贏部大電視翻嚟啊？啊，不過你唔好誤會，我哋冇咁嘅本事。不過我哋朝呢一對羽毛球上嘅神雕俠侶。 哦，你哋想包公同坚姐出战？但系个比赛下个礼拜举行噶，包公同坚姐咪攞咗个旅行。哦，你想人哋嫁都唔放帮你哋男子组赢部大电视翻嚟啊？谂都唔好谂啦，你哋，我一早应承咗机会不可度噶嘛。我哋做男人嘅讲个说话要负责噶，莫过啊48吋电视啊，就算一层楼啊，我都唔会签啊。包公你好 man 啊！ 阿堅姐啊，喺包公嘅心目中係點都重要過部大電視啦，係咪啊？我哋唔係咁嘅意思，48吋。要唔要傾埋啲嘢？嗱，嚟，各位。我今日睇到鹹蛋撐 A 師華力搶家薯條。喂，唔使咪叫軒仔幫我哋將薯條運翻嚟啦。嗯。分清楚啲單啊。咦，軒仔咧？ 琴姐，喂，想要乜嘢话俾阿华叔听得噶啦，佢哋七楼潮嘅，自己有嚟嘅吓。两位靓女，下午茶 A 餐啊嘛，薯条就转晒率，收到晒噶啦。你咁好意，你咁样都听到嘅？喂，咁我就要一个啦。咦，轩仔，俾人炖咗嚟拖地。人哋自己有喎。琴姐，我攞表啊。我睇啦，多谢。不如就咁啦。 去偷偷唔開房睇波，聽日紅魔隊車仔喎。其實三個人夾啊，都唔係咁貴啫嘛。卡拉 OK 收人頭費㗎，睇場波幾百蚊唔啫。咪點啫？屋企冇電視睇，如果我睇唔到聽日場波，我心理唔平衡啊。其實咧，聽晚我同阿琴仔同阿玲佢哋會出去做 facial 㗎，屋企都冇人，你哋冚唪唥過嚟睇波咯。但係聽晚場波播到半夜點幾啊？係啦，搞住你哋點好意思啊？阿Ella。 A 餐啊嘛，坐下先。其實咧，日本幾時都得噶嘛，係嘛？你想幫佢哋贏個大電視翻嚟啊？咁波都冇得睇，又真係家不成家嘅。當然啦，點都要加埋你嘅簽名，我哋先至贏到場比賽噶嘛。啱嘅。 冇咗我，點會係潮嘅神雕俠侶啊！多謝你，阿堅。要唞唞先啦。阿堅啊！ 你以前打波好過我喎，好打一排退步咗嘅。我以前為咗同你打波，我朝朝早跑步練氣嘅。咁啊死啦！後日就比賽噶啦嘛，一定要諗個方法幫你練翻你起先得啦。咁啦，又咁快開始，早晚兩次，我陪你跑步練氣。好，啱嘅。如果連呢場波都輸埋，我哋嘅北海道之旅就犧牲得唔抵啊！你都咁諗咧，所以今次嘅比賽我哋一定唔可以輸嘅。阿堅啊！ 你知唔知我死都要book呢个场点解啊？因为到时我哋就会喺呢度比赛啊！而家我哋要争取时间，熟习咗个环境先咧。到时我哋就会有主场之利噶啦。睇嚟用呢个战术嘅唔止你一个喎。Herman，喂，嚟咗啦。Herman 都嚟练波。自从 Richard 走咗之后，Herman一直都有练波，佢系我哋最大劲敌。得未？好。而家大敌当前啊，快啲练波啊！我哋唔衰得啊！吓，嚟。 喂，出嚟，劲啲，系，跳高啲，系，阿坚，阿坚，阿坚，好似好伤口喎，小心伤到韧带喎，我同你睇医生，嚟啊，小心啊 ，OK 啊，系。
你真系冇事嘛？名师肿咗啫嘛，冇事冇事。吓死啊！冇事就得咯。我哋寻晚啊，三老师识话你打包嗰阵时整亲，不知几担心啊！寻晚你点知阿坚整亲啊？包公打个电话俾我哋啊嘛。包公人第一时间同你哋报告。咁又唔系个主要目的咧，就系问我识唔识打羽毛球。佢都有咁样问喎。系咪？喂，包公系咩意思啊？女朋友受咗伤，佢唔系担心女朋友。 系担心有冇人同佢出赛打羽毛球。包公真系劲啊！咁快揾到新拍档同佢出赛打羽毛球。喂，包公已经揾到新拍档同佢出赛打羽毛球。仲以为打个校队嘅羽毛球校花。边个嚟噶？十楼嘅靓女秘书 Apple。阿婆，喂，佢好高斗格，又会临时临急答应做包公 partner 包公出到100蚊时申请佢噶喎，包公人有冇搞错啊？贴埋钱请 Apple 做拍档，阿仁而家喺边啊？佢依家去做埋啲嘢咧，咁啊谂住快啲可以同 Apple 去练波啊！劲啊，包公啊！耶！真系你打波都唔知你咁劲啊！唔系，你睇你嗰个包国人，多得几同人。咁要赢啊嘛，梗系要投入啲练多啲噶啦。包公，如果你帮我哋赢咗部电视翻嚟，我哋以后叫你大佬。大佬，大佬，大佬，大佬嘅。大佬嘅，唔急唔急。哇，好快啊！系啊，你睇佢几鬼 enjoy 嚟嗌佢大佬个感觉啊！我谂佢而家 high 到咧，唔记得咗你呢。你买完之后再嚟。走啦。哦，好。阿堅唔聽電話嘅，堅姐整親你去得邊啊？放咗份咗嘅啫。係啊，你唔好阻我休息啦。我今朝嗌咗成朝啊，先喺度 Apple 做個 partner 啫，跟住又要去見下，有練波，都冇時間睇阿堅傷成點。咁你又唔使擔心佢。阿堅姐除咗只腳壓壓之外咧，佢基本上精神力。你依家應該一心應付聽日個比賽啊。Walkie 貝都有教路，要補充體力就要食生雞蛋。 你唔系要我食晒佢系嘛？系，不如打打啲操控功夫，等。我都系 send 个口信先啊。message 俾阿坚姐，可能系包公啊。觉得好啲未啊？听日我要去比赛，无论如何，我都想你喺现场为我打气。仲未腹肌嘅，都话咗瞓咗噶啦。嚟啊，拍下佢。 我行到腳趾尾啊！呢球明明好靚啦，點解打咗出界？好啦，我部賽果先，21-19，包括同埋1-4，即係話咧，佢哋可以率先咧進入決賽，將會同咧 Herman 同埋阿 Lin 咧係爭冠軍嘅。Her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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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man
香敏嘅狀態咁好，潮嘅神雕俠侶得翻包公一個，好似危啲喎。運動嘅嘢咧，除咗狀態之外，有時候會講下心理質素嘅。我睇好包公。我話香敏我做贏啊！我都係咁話。琴姐，阿堅冇嚟咩？你咁對佢，心淡啦，佢唔嚟噶啦。嚇？嗱，你依家咧唔使你琴姐講咩住嘅，
你俾完賽再慢慢氹翻件姐仲得噶嘛，係嘛？而家最緊要咧，贏部大電視翻嚟先。英超聯靠曬你噶啦，唔好輸啊！英超聯，夠鐘啦，準備決賽啦！加油啊！加油你啊！英超聯啊！加油啊！好啊好啊，我打俾堅姐，我打俾堅姐。好靚，放低電話，咪等阿包國人啊，以為阿堅夫之責來非之責去啊。20-19，香敏如果贏到呢一分咧，就成為今次嘅冠軍噶啦。咁究竟包國人能唔能夠追到呢一分，成為刁時，到時候真係鹿死誰手啦。輸咗啫，衰敗猶榮喎。係咯，追到精彩啊！為咗臨門脫腳啦，英超聯咁啊冇咗啊！冇咗冠軍啫，仲有第二啊嘛！亞軍獎品係咩嚟㗎？啊，好似係水晶嘅飾物啊！阿堅啊，送俾你。點解會有一個水晶錶㗎？我就為咗贏到佢，先參加今次嘅比賽。既驚嘅耳陣完，做咩啊？驚我唔去旅行參加個羽毛球比賽？我應承阿堅就唔會咁衰仔嘅。不過咧，我哋屋企而家的確需要一部電視嘅。喂，你諗都唔好諗啊！你身為阿堅嘅男朋友，同佢旅行 AA 制咧，我眼入邊已經唔合格噶啦。阿琴姐，你又知我哋有咩計劃？總之你唔好辜負佢啦。阿堅為咗錫住你個荷包啊，寧願自己死慳死抵啊！佢好中意嗰隻洛斯維基水晶錶㗎，眼白白望住得翻兩隻咋，佢都唔捨得買啊！有個女人對你咁好啊，你幾身收到啦，包同事。嗰陣我先知你為我放棄咗咁多嘢，本來我都冇諗住參加比賽啊，點知喺 lift 口撞到阿 June。早晨。早晨。咦，咁早去買嘢？唔係啊，呢一個咧係天娜同呢間水晶店嘅老闆娘傾翻嚟做下個禮拜羽毛球賽嘅亞軍獎品嚟噶啦，係隻水晶錶嚟嘅，10,000噶。係。八公啊，你參加呢個比賽就係為咗贏呢隻水晶錶送俾堅姐嘅。係啊，所以咪唔可以贏第一咯。包國人嚇，包公，乜原來你係專登輸噶？哦，石長，呢啲咁嘅古惑招梗係你教噶啦。我話包公，你即係幫我講句公道説話先得。啊，我唔否認喺社長嗰度得到啟發，所以先咁諗嘅。你覺得包公好浪漫啊？多謝你啊！咪先，
包公你由頭到尾冇諗住同班兄弟贏部大電視翻嚟嘅咩？唔係你聽我講啊，呢只水晶錶啊得翻一隻咋，電視幾時買都得啦，錯過咗就冇噶啦嘛。包公，你仲識輕友，俾翻 U 錢我，贏完啦！啊看到